较粗野相，但是呢，你若伫暗色内底咧，因为吼、哦、你目睭吼无明吼、哦，啊，结果甲看做蛇。好，那我问你啊、哦，那这个蛇到底是存不存在啊？对一般性来讲存在，啊，对真心的人吼、哦、都不存在啊。好嘞，伊即卖讲，伊即卖讲，讲安来讲，拢是你啦。那不是你哦，我哪会看做蛇？你若想这细细格格的物件，要哪会看做蛇啦？也咪爱人盘旋的蛇啊，对不？你蛇啊，你只会看做蛇，这你敢会看做蛇？没吧？所以要比喻，要比喻对，你莫甲盘子呢误看为蛇，哎，人听了爱笑，讲啊，盘子怎么误看为蛇？那个绳子才能误看为蛇。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他就怪他说、啊、都是你，如果没有你我就不会看这蛇。但是这个人会 说、嗯啊、为什么我哪会看这蛇、啊、你也看这蛇，那到底是谁的罪啊，谁的咎啊？会看不对是谁的责任啊？是他吗？拢有，这叫做因缘法，共业，这叫做自他共业，下卡自，上面他，主因在哪里？主因在自己，所以会较主因。顶管呢？顶管助缘，所以这叫做因缘和合。好，即马甲恁教迄个，好，地位要出来人吼。不想要跟众生的陷入共业，比如说，老老南蒙尼讲吼，啊，是不是吼、哦？这所有宗教吼，大家宗教拢爱去尝试听看卖，你安那回答呢？你要讲吼，你怀疑的，哎，到底是干那听一教就好啊？那听佛教就好，还是大家宗教拢爱去听看卖？哦，伊若问你安尼孙，你安那回答呢？你要回答讲哦，啊，你欢喜就好。是安那呢？因为你若无过去广听吼，无、哦、去广听，伊就无通去比较，无通去比较哦，伊嘛唔知呢好伫对，所以伊要反望成真咯，无法度。所以呢，教恁一个。叫地位的方法，众生要来听你讲，唔来听你讲吼，你唔免担心，你叫他去加听惯了啊，伊自然就会来听你的，因为啦，互伊比较了，伊就知影来听这较对。好，所以呢，你若爱众生来听你讲这法，啊，你就可能讲啊，勿紧，你加接听，听愈侪愈好，伊听愈侪了，伊较知影。所以有智慧的人他绝对不会说啊，你都爱来听我，别个拢袂使听，迄不是地位的方法。所以呢，广听或者是呢深入来听，你都袂使，你都袂使引你，你拢爱讲哦，欢喜就好。那无伊安那讲啊，要不要，伊拢会推到你身上，拢迄个法师讲的。但是我跟您郑重声明、哦、佛陀说不可说，我没有说，你不要说我有所说、哦、我都是应机而说，如果你说我有所说，是你妄语诽谤、哦、这是地位、哦、所以两边都不对。
该安尼听，甲不该安尼听，拢唔对。该不该呢？两边。到尾啊，伊责任也推到你身上，为虾米？无名，所以无名的人呢，一定推到你身上。因为吼，咱是慈悲，咱慈悲吼要应机度化，结果吼无名的众生呢，一他最后推到责任推到讲的人身上，啊，其实那也是讲的人的问题。谁的问题？自己的问题。所以主因跟助缘，哦，虽然也嘛是一个关系，但是哦，你不要往自己身上揽。所以如幻观，非实有，不可说。哦，哎，幻谛呢是主因是在你家。因此呢，幻跟妄到底是一还是一？幻跟妄，世间幻跟妄是一还是一？如果是因为一他把手啊看作蛇，所以是啥不一？但是呢，我写啊那边看作蛇，所以不一。在幻跟妄呢，不一，也不一。先啊，你也看着蛇，啊，都用于蛇啊。伊那不是蛇啊，我哪看着蛇？伊那细细嘎嘎物件，我当然没看着蛇，所以呢，不一。但是呢，对真心来讲，啊，先啊，我没打那里耶，所以不一。所以幻跟妄呢，非一非一。世间是幻还是妄？非幻，非妄。中观。所以这块的行叫做理路，以及啥行路、入经。哦，好，真正会当入经的人是虚妄的当下如幻的是真，虚妄的当下我都如幻的不真，都安尼尔。好，那安尼恁是不是已经知影？要怎修炼是不是知影？虽然咱即马还佫有人即个业报的即个路缘，但是吼，你看到见了吼，爱转正如幻。你无如幻吼，我都跑出真心。这就是吼政治跟什么如如。但是呢，无好过的人哦，伊绝对无都如幻观，伊都当作真的，伊都当作真的想。有听经甲无听经差伫倒呢？听经的人吼，伊有法度看着相吼如幻；啊，无听经的人吼，伊看着相的很真实的执着者，都加差呢俩。哦，你就讲有为的当下就是什么？就是无为。有为的当下如幻就是无为。哦，那呢？这三个意思吼。成就三解脱门，第一个空解脱门，第二个无愿，无愿的是随缘，随缘无所求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吼，这是境，这不是心，这是境，这不是心，所以不要起我跟我所，所以无愿。再来呢，第八哦，无相。无相，所以呢，这这三个关系呢，三解脱门，第一个空，第二个无愿，第三无相。再来，也因为这三解脱门呢，形成三世。哪三世呢？过去非有，一个过去啊。未来呢非无，现在呢，今嘛嘛不是完全空。所以这三个里面，这个非有，这两个吼非无，所以三解脱门里面，过去非有，
现在跟未来呢，非无。你若现在未来哦，咱就空必断灭。所以三世哈，虽然三世不可得，但是过去是已经过去，过去的已经无啊，真正是无啊。哦，你讲有是已经入灭阿赖耶识，入灭阿赖耶识已经是现前啦，已经不是过去啊。哦，所以呢，有现前过来呢，未来无所求，无怨。哦，啊，想那看就是四行呢，第一个。抱怨行，哦，抱怨行，你爱哈，诶，甘愿修哈，欢喜者甘愿修，抱怨哈，因为你的希望的业事，后来缘起，随缘行，再来空性无所求，再来最后乘法行。二路四行观，抱怨行、随缘行、无所求行、乘法行，好、哦。